是六E班的黃樂彤。大家好，我是六E班的鄧之瑩。這條片是一條常識科的影片，而今天我們就會帶大家去認識學校不同的植物，請大家細心欣賞啦。所以呢它就一大片一大片地飘扬。哦，难怪知道我那时候去行山见到这么多芒草啦，同学你们都可以去行山看看有没有。子瑩啊，你觉不觉得我们校每年的春天都有一些很漂亮的黄色花朵在走廊上啊？是啊，这些就是立杜鹃，立杜鹃又叫做闷声红，在学校每一个走廊的外墙都会有这些花的。在春天的时候呢，这里就会开满一片片桃红色的立杜鹃，特别靓。然之后呢，这些立杜鹃除了上花之外呢，还可以是一种中药来的，它可以行气活血，还可以即刻瘦等等。